弟兄姐妹平安，很开心我们在今天的早晨，我们一起回到神的家中，我们一起来领受神丰盛的恩典。 Amen。 是的，耶稣曾经这么告诉我们，凡要承受神国的，若不能像小孩，就不能进入。 Amen。 他也告诉我们，在神面前谦卑像小孩子的，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 Amen。 谁要成为最大的？我要。要不要成为最大的？阿们。想不想在天国里成为最大的？阿们。好不好？让我们从座位上站立出来。你跟找三位弟兄姐妹，你告诉他：我五岁，你几岁？我三岁。我三岁。我还在母腹之中。Amen。 是的，让我们在今天早晨，我们回转像小孩一样，我们一起来欢喜，在神面前赞美他的荣美。阿们。我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我的神，我要尝试赞美你。你的慈爱到极处天，你的心事上到穹苍，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我的神，我要尝试赞美你。你的慈爱到极处天，你的心事上到穹苍，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，回家成为小孩样式，呼唤阿爸父我爱你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听赞美。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我的神，我要尝试赞美你。你的慈爱到极处天，你的心事上到穹苍，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，为他成为小孩样式，呼喊阿爸父我爱你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不停赞美神啊，我要到你面前。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，为他成为小孩样式，呼唤阿爸父我爱你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并赞美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我的神，我要尝试赞美你。你的慈爱到极处天，你的心事上到穹苍，你的救恩将我安置在高处。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让我奔向来到你面前，为他成为小孩样式，我爱你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，在你面前欢喜快乐，不停赞美。我向你敞开心，毫无保留，将我奔向来到你面前，回转成为小孩样式，呼喊阿爸父我爱你。主啊，Amen。 赞都
颂赞为宝座，这里你的大能在这当中。是的，主啊，我看见你就在这里面。愿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，一起来领受。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荣耀在天堂天地之上。那首先与末后的就是耶稣，在你里面就是永恒。看那、啊、看那神的帐幕，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。Amen。 那首先与末后的就是耶稣，在你里面就是永恒。我们神在神在神在，主我愿你来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之王，心在精彩，你我永在，全能真神在宝座上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之王，但愿荣耀全能为你直到永远。 Amen。 是的，愿神的荣耀在今天还有大大的光耀照在我们身上。哈利路亚，让我们来领受他丰盛的恩典。看那神的帐幕在我们中间，你的荣耀遍及在全地之上。那首先与末后的就是耶稣，在你里面就是永恒。复活的羔羊，复活的羔羊，你的神，你的荣耀光照我们。神在神在神在，主我愿你来。更多的说，复活的羔羊得胜。你的荣耀光照我们，神在神在神在，主我愿你来。再次宣告，他已得胜了。Amen。 主啊，你的荣耀光照我们，神在神在神在，主我愿你来。主我的羔羊，你的神，荣耀光照我们，神在神在神在，主我愿你来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君王，心在今在以后又在，全能真神在宝座上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君王，愿荣耀全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让我们高声唱，我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之王，心在今在以后又在，全能真神在宝座上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之王，愿荣耀全能归你，到永远。 Amen。 阿拉巴，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来君王，心在今在以后永在，全能真神在宝座上。阿拉巴欧美伽，你是快君王，但愿荣耀全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但愿荣耀全能，但愿荣耀全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哦，但愿荣耀全能归你，直到永远。
我们是的，谢谢主，谢谢主，哈利路亚。主啊，你是阿拉法，你是 Omega， 主啊，你是那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远都在的神。让我们再次将欢呼掌声归给宝座上的神，说哈利路亚。的荣耀，主啊，万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，唯有你是那复活永生的真神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在天上，在地上，在地底下，在这天地间一切的受造之物，都要大声说，但愿颂赞尊贵、荣耀、权势都归给宝座和羔羊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诸天宣扬，复活之主的荣耀，谁能
永远到永远，到永远，永远到永远，高扬你掌权，高扬你掌权，尽我欢喜前行，尽我欢喜前行，向你屈膝敬拜。
永生的盼望，我的一生都要来寻求你，除你以外别无他名。让我们再次举起我们的声音来说，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，生命每个气息都是属于你，我的眼中来自呼喊，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，我的依靠，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。这就是我们向你要说的，耶稣基督，你永远是我们的荣耀，你的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哦，你是我们的源头，你是我们的光，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。今天早晨我们说，我们每一个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的人都要遇见你的光，你的大光要来照
进我们的心中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从你丰满的恩典里面我们都领受了。主啊，我们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，但愿你在宝座上接受你儿女向你的敬拜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你是我们聚会的主，你是我们生命的气息。主，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气息都属于你。哦，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何等的有福气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连于你的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生的，我们不是没有父没有母的，我们是你的儿女，你赐给我们权柄做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敬拜你。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